大家好，我是 Elby， 今天带来这张地图是小品解谜。那它是一个双人合作的地图，作者是安姐。今天跟我一起解谜的人是蓝月。那我们就先进入地图看看喽。可以破坏方块的意思。你要当 Player One 还是 Player Two？ 好，我当 Player One。规则是一样的吗？哎，我怎么觉得这张地图是哪里看过啊？有吗？有啊，跟我们昨天那个场景很像。你有没有？哦，是同一个作者是吗？好像不同作者。杰克啊？不同作者啊？是杰克啊？哦，是吗？哎呦，规则就是，请开和平模式。我已经开啦，请勿单人、三人以上游玩，所以他就是只限定两个人玩啊。哎呦，等一下按到什么东西？然后只有一页哦。OK， 我可以把它丢回去吗？走了。OK。开始。你快点踩那个压力板。交换密码，什么东西？我这里有一排控制杆，然后还有告示牌，各种数字，12345690，12345690。我这边给的是你的密码，我把57吧，你要用57吗？对啊，我用57啊。我是19，所以我要按19。九在哪？哇塞！干嘛？第二关共同进退。哎，这是跑酷哎！等一下哦，好啦，好了。老师，我还要再跳一个、哦。你还要掉下去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是不是竟然踩不到压力板？不是，因为这材质不好上哦。有吗？有吗？欸、有哎、欸，大大，你是本人吗？听说你跑酷很强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有需要回去吗？好像不用了。好像不需要哎、欸。哦，那你还跳一次？对。你怎么了？你今天手感不好哦。没有啊，刚刚都在玩 low 嘛。哎，我过了、欸，你过了。哎，原来我可以直接跳，那我还等你。啊，没有啊，你要等我啊，不然我怎么跳？哦，对吼，第三关，一人做事一人拿，所以是你做事吗？你做事我拿吗？我什么都没有啊。嗯，我这边，哎，我这边有压力板，有东西吗？我听到机关的声音。看来是要送一个控制杆给你的。然后呢？滑雪球。第四关，滑雪球。给我雪球，我这边有16颗雪球，你要几颗？应该一颗就可以了。我给你八颗。几人几把钢？钢筋没事。你有没有滑？滑进去了吗？哎、欸，开了！恭喜你们已完成了四关。它总共有几关？这是什么？调晚上，调晚上。睡觉，一只休息站哎、欸，所以感觉就是后面很会死啊，所以他才要做休息站这种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请在村庄寻找题目共五张地，哎、欸，怎么有点相反嘞、欸？并将各题目的答案相加，并把这个数字命名在纸上，投入左侧的洞洞里，即可过关。哪里有洞里就洞里啊，洞洞。
这里有64张纸，所以要先拿纸吗？快点。哦，这是投入。只拿一张就可以了。写答案，请用音速模式。大家可以增加经验值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已经进去了。对，这是村庄模式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现在要干嘛？龙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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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奶。哎，对，他刚刚到底讲什么？他说要找答案啊，找题目啦，然后把答案相加。寻宝的概念。他会不会做那个什么什么陷阱之类的？不会吧，看起来蛮和善的啊，这个角色。你有找到吗？我找到第四题。我们，你要不要先回到一开始啊？为什么？我们就一间一间搜嘛。一开始，你知道我一开始在哪里啊？你一个超级迷雾。一开始在哪？这里。看要不要跟着道路走了、啊。好。有这个也可以吃吗？我这里不饿。哎呀，所以你还真的打？哎、啊，好、啊，没看到。那不算方块吗？我没有破坏方块。它会不会在里面啊？哎、欸，真的在里面哎、欸！第三题。我超喜欢往水里面钻的、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会觉得以之前跟我玩那个去冒险的时候，我都会往古井里面钻。第四题，第三，总共有五题耶，所以还差一二五。你有找到东西吗？这里吗？没有啊，还是天花板？你有看天花板吗？没有，看一下好了。感觉这合成它就有，这边有箱子哎，空的。对，因为它是第四题。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嘞？我跟你说了，你想，总觉得有种被耍的感觉。上面，哎，你的头，大头，等等我。好像没有东西。这边有门嘞，它后院有没有东西？没有。左右部分，这里吧。那里有梯，上去。没有东西。你的大头。有箱子。我第五题。他这数学也太难了吧？等下可以给你算吗？好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门开过的就是我们去过了。可是你刚刚有把门关起来。那我去打开。这上面没有东西。我站在高岗，向远处望。他呢？这间。这间门是开的，所以有来过吗？这间根本没门。对耶，对耶。为什么我觉得你笑我啊？我没有笑啊。上面没有东西耶。它是，我觉得应该有一间上面会有东西吧。还是在水里？又是在水里吗？所以里面没东西，怎么办啊？没有嘞，在树里面吗？就不能一个慢慢找。
这样到处跑啊，你又不知道你自己跑到哪里去。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啊、嗯，你看那边外面还有个村庄、欸，那可以过去吗？还是不行？啊，你跳过去。跳不过去啊。就栅栏围着，就是不能去。啊，这边有一个。哪里？我不小心看到了。哎、欸欸，真的、欸。那是一体，那还有一体、欸，一，插第二体。找顺序排好，插第二题，真的是很喜欢再放在水里。它会不会有什么隐藏机关呢、啊？你怎么往回走？嗯，怎么往回哦？哪里？我怎么觉得会藏在树上啊？我们当时觉得藏在树下。因为，你也是那种会把箱子藏在树上的种那个那种人啊，就是藏在树叶堆里面没？办这么多树要干嘛？这一棵树没有，那棵树也没有。哎，我这边的树好像都没有东西啊，有没有可能在树顶上、啊，然后就是要跳树叶跑酷上去这样？应该没那么困难吧？啊、你怎么把想的这么困难？因为上次就有人地图这么困难哦。你说我的吗？对啊。我那个只是收集分数而已，又没什么。可是你还是把箱子放在树上啊。是那很明显啊，显而易见，显而易见。哎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我说我好像走回来嘞。对耶，走回来了。这里的房间我没有来过吗？嗯，我找到一个成就苹果。为什么？哪里哪里？嗯，而且我还找到第二集。你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在村庄里。我也在村庄里呀、啊，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了，在哪里啊？它放在哪？在哪？我在你后面啊。走吧，走吧。嗯，这边居然有一个小房间啊、哦！哎，我不觉得会有什么问题，因为他房间那么多，你还没看完，你就要去看书了。该不会是那个吧？这个箱子里面。对啊，上金苹果。在哪里呀、啊？你在哪？第二。然后这个有第二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算。然后慢慢算，然后经过30分钟之后，说不定就算出来。哎、欸，我是我算呢、啊，怎么可能？我99乘法表超烂的、欸，我觉得拼。我们先回去返回好不好？先回去那边算。哎、欸，啊，一开始那个点在哪？这边你找过了。找过啦，我都一二三四五都找到啦，你怎么不回去？那人家不是有隐藏成就吗？有吗？啊，不然那苹果是要干嘛？说不定村庄就有一个成就嘛。卡在树上的羽毛。哪里？真的有啊？怎么没有？怎么可能没有？做这么大。哪里有羽毛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真的哎，我就说吧，我就说那个树里面真的感觉就是会有箱子的那种，那表示我的第六感还蛮好的、啊，只是我找不到而已。
这村庄好大哦。差不多。我其实这作者也算蛮用心的了吧？回家回家了。怎么回去啊？我发现我好像不管在游戏还是现实都是路痴、欸，我会迷失方向。